哎呀，走完文殊院必须来这里吃一顿啊，凉粉甜水面，我要黄凉粉，黄凉粉，黄凉粉一份，一份黄凉粉，一个甜水面。美女，得没吃餐哈，黄凉粉甜水面。甜水面，等一下啊，他稍等稍等，有位子吧？那边吃餐哈。这里取餐。黄凉粉甜水面，稍等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这忙不过来。来了个两大碗，找不到位子。哇，这是吧，两碗的话有点多，一碗不够吃，所以我还是点两碗，不点两碗会后悔。朋友们，看吧，来了两大碗。如果两大碗，我觉得我应该能把它吃完。这个甜水面哈，看起来不多，它很扎实，吃到肚子里面真的是扛饿。来把它拌起来了啊！我给它拌一下。黄凉粉，这东西慢慢吃。我一看到这个甜酱和辣椒，我就流口水，条件反射。其实你就这么直接拿出来吃就行了，没办法拌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其实所有味道都是靠这个酱汁。夹不住，一夹就碎。好吃。你想一盏花生，这是一头甜水面。这甜水面上面有辣椒，下面是酱，还有一点点鸡精的样子，不知道什么。先给它拌一拌啊，让它味道均匀一下。甜水面特别的扛饿呀。我是说，我想洗一个小辣，好久了。出味一根一根的。不用不用，跟手指一样粗。咱们先吃凉粉吧。我都是纽贝尔来的，因为吃这些东西肯定嘴要干的，所以我就带一瓶冰可乐来，降火解渴的。一个一起一下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地方哈，我现在不是饭点，如果你赶在饭点过来的话，这边根本就没有位置，我现在都找不到一个位置，就没地方坐。每天都晚，拿起好几勺。一勺一勺的卖。我给老板建议一下。再喝点。多给他裹点酱汁，重口味一下。还有没有？
常都能吃，都是来两碗。我吃不了，吃不了，每次都点两碗。嗯，我也是，一碗不够吃，两碗吃不完。对对对，不过他们家味道比我正，好吃，嗯。我这么想的，我把这个黄凉粉吃完，它里面剩了好多酱汁嘛，我再把甜水面放进去一起拌，这样口味就重了。啊，可会吃了。看，这碗已经吃光了啊！这个酱汁绝不能浪费，放这里面，变成重口味。拌一拌之后可以分成两碗吃，因为一碗啊放不开，碗小。这甜水面才扎实，才扛饿了。嗯，有嚼劲。看看一根面有多长，一会儿给你们抻起来看看啊。看这甜水面，这是被我咬断了，我吃了一口。要不要给他捏一个什么的？正常一点。40厘米。然后从头开始慢慢吃。这个都没有长大的厘米。他夹的还有。嚼劲，什么嚼呢？嚼不烂的感觉，太筋道了。那早组来那个小妹妹给我拿了好几张纸，都不好意思。两万块钱，两万块钱。小妹妹。跟小妹妹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好朋友，好姐妹。对的，好姐妹。我们俩慢慢吃了啊，我们边吃边聊。